冬雨，阿丽要等家过来呗？要不，子薇我再煮水后料等来，我就腾几号你家，好不？别啦，我无胃口。冬雨，啊，今仔日迄葱包牛肉拢是我炒的，咱较早咧食路边摊的时阵，你毋是最爱食这個？子薇，你即摆连葱包牛肉拢会晓煮啊？阮头家哦对我足好诶，拢无对我惨薄，我嘛学了足侪撇步诶，而且哦，人家拢学了我讲哦，煮甲足好食诶。冬雨，我有互你食。听起来足好食的呢，我嘛要食。免啊，我真正无胃口。哎呦，冬雨，你若是食落以后，你有胃口就来啊，佮讲哦，佮要食一碗，来，我随便互你食。哎，我就讲我无爱食，你陪我要创啥啦？这个啦，可能我今仔日有淡薄掉沙，啊，个人哦，神神无甚物胃口。子薇，以后你唔免再遐尼侪菜转来啦。我惊外面大家会讲话，安尼会外面歹做啦。原来你是咧烦恼这哦？袂啦，遐拢是头家娘哦，叫我包转来，安尼你敢唔当安心食？我即摆咧规身躯流汗，黏黏黏，足袂爽快。我先来去洗身躯。你倒到家了哈？是因为你中昼食好料，食伤饱，即马袂枵。我哪有啊？冠杰是毋是知影啥？哪会狠狠针对我？阿冬雨，你中昼是食啥？有人请？我规工拢伫办公室无闲，我中昼就凊彩一食，那我食啥物好料啦？对啦，冠杰。冬雨伊喜欢四叶草的省钱一姐，伊食一顿饭袂超过几百块，哪有可能食啥物好料？冬雨，你是安怎？较早唔讲我煮啥物物件啊？你拢是头一个食了了的，啊！结果你今仔日完全都无想要食，你是不是身体有倒位无爽快？嘛是啦，啊！喙齿哦，甲新同款啦。若是食过好料的哦，就食袂转去啦。安尼讲敢对？吼！我真正是听袂落啊！我恁大家这是啥物意思啊？把我的宝贝查某囝当作犯人的新闻嘞！放了你！哎，阮冬雨不过是无想要食尔哦。啊，你敢有必要安尼一直问一直问，互伊按这么大？啊，无你即摆是会晓煮几样菜，就真了不起唔？冬雨无要食，敢一下你面子啊？无啦，阿伯，我无这个意思哦。阿伯，冬雨是阮哥的未婚妻，阮哥关心伊真正常，你想怎要误会阮哥的好意啊？我记小春以前讲过，你啥物代志拢甲因讲，啥物？即摆你问两句尔呢，就压力遮大。到底是有啥物出格讲话啊？你不过是来遮食两饭的哦。阮冬雨都还毋是当家的人，啊，这个细饭呢是住伫海边啊，管甲遮尼宽。阿伯，我伫遮的地位是甲你同款啊。咱食的哦是当家的饭，住的是当家的厝。啊，不过我阁会记得爱报答人的温情啦。无亲像哦，有的人食碗来，洗碗碗。哎，你是啥物态度啊？啊，无你去话是咧搞这啥？阁安怎讲哦？我还阁是你的时代哦。即卖哦，是因当家的人要传走囝，我当然有资格留店家啦。啊，那你咧？店家咧白食白住。阿伯，你即马是邓晓春招的翁哦。阿伯，冠杰毋是你的意思，你莫误会啦。阿伯是啥物意思啊？你啦，到底拄只你针对阮动物啦？啊，伊要食啥物物件，甲你有啥物期待哈？那毋是我住伫遮哦，我阁毋知影讲阮查某囝下班转来厝，阁还受这么侪委屈呢。阿伯，冬雨住伫咧阮家，一定拢住了好好，阮阁真疼惜伊，无互伊受委屈。等到是你。你住入来了后，冬雨还顾你的面子，一天到为着你的代志在操烦。看卖看卖哈，
恁大家听看卖啦吼，这唔正是恁陈家人真面目啦。迄表面上讲啊，秘书我欢迎我大礼物啦，实际上哦，恁都是把我当作歹人啦。恁啦，考袂得我赶紧搬出去啦。那安尼哦，都不能咱替阮动物讲话，恁动咱控制动物哦，一世人啊，对无？真正是愈讲愈离谱，我连你都把冬雨当作阮的亲人伫咧疼惜，想要控制伊？我看哦，那是无过去的温情哦，恁两个人嘛无愿意留在家啦。西门啊，你今仔日就是无要帮白鸡双？好啊，阮董武哦，唔敢违抗你，我替伊出头啦！来啊，来小叔啊，来啊！阿伯，阿伯，够了，卖小跑了，卖小跑了！阿伯，你较冷静个啦。冠杰，你哪会当安尼讲啊？董宇是我以后的家后，伊对阮家哪有需要讲什么温情？有听到无你？好啊，爸，你讲完落去哦，你无空搁去睏公园啦。好啊，好啊啦，无需要为着一个食的物件，冤家呢，冤家要相拍。紫薇，你是去？啊，阿伯，我先坐去去哩。我为心大头情哦，有我伫个哦，你拢想着替我走起啊？切！好啊，无代志，无代志。你唔是讲？你就忝嘛，想要去洗身躯，先去休困，哦，啊，无代志，无代志。冠杰，啊，你今仔日是安那？那对冬雨啊，佮阿伯讲话遐尼无客气，伊是倒位让你无欢喜哦？无人让我无欢喜啦，是冬雨对不起紫薇啦。什么意思？冠杰，你讲冬雨伊？无啦，我的意思是讲哦，紫薇这么辛苦，穿这么侪菜，冬雨一点仔拢无吃。伊是真对不起紫薇啦。吼，你哦，讲话讲较紧嘞，做一过讲好完，啊，若无我的心脏就要跳出来。小春啊，你是冬雨的好姊妹啊，你有时间就甲伊好劝，赶紧哦，甲紫薇结婚，才有幸福的未来。好啦，我知影啦，我会赶紧让冬雨变成我的大嫂，你好不好？开花啊！这也无人啊。好啦，你莫生气啦。我只是要甲你讲，我买一个足好食的小蛋糕，放伫休息室的冰箱。我打你的名，你会记得吃哦。嗯。玉山，你来啊！开花资料拢放伫桌顶，来你坐这。哦。你今仔日哪会喷这么侪香水啊？嗯。无啊，我不感觉。你这么重，阁无感觉？哎，梅艳，你来，你来。你闻看卖啦，那浴室哦，香水是毋足重的。哎，黄设计师较注重形象啊，有时阵喷香水才真正常啊，唔免闻啊。啊，你甲浴室遐尼是哪会形容，阁阁这么彩粉？因为副总伫个啊。安尼叫较有礼貌，嘛是啦。既然人拢到位啊，咱来开会。黄设计师是个爱太美丽家园做样品屋，带小喜饼欢迎拢真好，阿妈拢讲哦，客户看了拢想要做同款的设计。其实这次是林主任跟我斗相共足侪啊，我是头一次做样品屋，林主任给我足侪提醒，嘛给我足侪设计灵感。这次会当做个遐尼好，拢是伊。
这本来就是我应该要做的。这摆样品屋设计真成功，今日找黄设计师过来，嘛是要跟黄设计师讨论一下未来继续合作的可能。好，那呢今日会议就到这。大家副总，我会针对盛发做更加侪客户，啊，若是以后有机会当合作，就更加顺利。那呢都麻烦你啊。你安怎吧？这天，哪会这么不顺利啦？海生，冬雨，多谢你，副总多谢你，我无代志啊。无代志就好，阿介爱较顺利。我先离开啊，杜小姐。我嘛是来去保养。真久无甲信用有二人世界，一定是我心老嫩，向刚必要回失嘞。信用在重新信任我，我一定要趁这个机会，互信用知影我有偌爱。那里就是我跟信用的二度蜜月，信用坐过来了。我想久无讲这三个字，你又惊着？不要紧，咱今仔早早来，今仔日有足侪时间呢。我拢是你的。雷锋，你到底是什么款的查甫人？你是不是伫别个查甫人面头前？也是这么温柔，这么善良，你是不是也对那个查甫人说同样的话？你今天若是没解释得清楚，我就跟阿爸说你有外遇。为什么我想到公司有什么事情要处理？你好好享受了哦，先去公司啊。信强，那安呢？明明拄则一切感觉拢真好，谁让信强想要甲我等在遮？